阿姨们，大家最最关注的毛绒玩具研发部门，今天他们来了。每一位都是具有20到30年经验的设计师，每一道工序都是层层把关，从开板到出样品只需要啊。做错节目。下面我就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帮专业度高且活力满满的阿姨们、姐姐们。我们做样品的大体流程呢，就是首先客户经理会将要做的样品分配给设计师，然后经过业务员与设计师细致的沟通，就可以开板了。样板出来以后，有的需要印刷、刺绣或者配件，这些准备完成就可以裁片和缝纫了。裁片的尺寸会严格按照客户提供的数据来进行，下一步就是缝纫了。哎呀，三总啊，最近又变帅了哈，给你介绍个对象。我都结婚了，你干什么你？没错，这就是缝纫，制作工艺同样也是可圈可点的。最后一步就是充棉封口了，充入多少棉花也是要严格把关的。出来的样品，业务员会再跟客户对接，确定没问题后，我们就可以给客户发样品了。这就是我们产品研发部的工作流程，请各位老板们检阅。嗯，最近又变帅了哈，给你介绍个对象啦。